近日有媒体拍到张纪中感情的新进展，他和樊希曼口中讨伐的第三者杜兴林似乎已经进入同居状态。据媒体的拍摄资料，张纪中和杜兴林同进同出有好些天了，两人先是被拍到连续两天一起会友谈事，随后一起回家，到了第三天两人又被目击一起去参加电视剧制作业表彰大会。当张纪中作为颁奖嘉宾上台时，杜兴林在台下很用心地站起来为其拍照，会后两人一同回家。在之后的数天里，两人一起约朋友谈事情，去美容医院看话剧。